国立空中大学111年度上学期开始招生了，凡是高中职毕业资格即日起开始受理网路还有通信的报名。空大并设有大学部还有专科部六个学系要让大家来选读，要进修的学生以及社会人士，空大是终身学习的好地方。国立空中大学111学年度上学期开始招生了，并且有专科班和大学部供想要晋升学习的乡亲们有不错的学习方式。执行长林坤生表示，空大提供完善的升学环境，也欢迎大家一起来终身学习。报名的日期呢，就从现在开始，一直到6月30号为止。那空大呢，有六大学系，包括人文学系、社会科学系、还有商学系、公共行政、生活科学跟管理资讯。专科也有五个科，就是社会工作福利管理行政科，还有公共行政这个管理科，另外呢就是企业管理科，还有综合商科，还有生命事业管理科。所以大学有六个系，专科有五个科。那另外花莲中心呢还开办了很多的专班，欢迎大家呢踊跃来加入终身学习。那这些专班呢，大学部有公共行政学士专班、管理资讯学士专班，在凤林有生活科学系的学士专班，在义里呢也有公共行政学士专班。至于专科部的专班呢，有花莲中心的社会工作福利管理行政科的专班，另外还有一个生活科学系的殡葬专班。所以我们专班有大学部也有专科部，所以在这么多的课程里面呢都欢迎大家来终身学习。3年半之后，凤林地区的学生呢就非常感谢空大，他们就跟我说，凤林地区连一所高中都没有，竟然有国立大学呢在凤林开班，让他们拥有了国立大学的学位，所以他们非常感谢空大。所以花莲的乡亲啊，空大是客制化来开班，然后以及呢这个多元的来授课，所以欢迎大家呢踊跃加入空大。然后我们的洽询电话8222148 8222148。另外还有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还有测量国家考试班，一年开办2次，也就是春季班现在正在上，然后不受疫情的影响正在上，然后呢这个就可以参加暑假的高复考。另外秋季班即将正在报名，然后9月开班，然后就经过3个月的受训以后学习以后，再参加地方基层特考。你呢想要呢加入我们测量非学分班的国家考试，也可以来加入。总而言之，学习是要及时的。另外，我们的学费最便宜，一个学分才940块。然后，只要身份特别的，都还有减免。比如说，原住民一个学分才46块，而且原住民的奖金还有22000。所以，我们也欢迎呢花莲的原住民朋友加入空大。另外，还有一些身心障碍啦、低收入户啦，都有学分的减免。总而言之呢。古人告诉我们，书到用时方恨少啊，所以请大家呢要完成大学梦、专科梦，赶快来空大就对了。空大有六大学系，让乡亲前来选读，同时也透过网络报名，想要进修的学生们以及社会人士，空大是终身学习的好地方。记者中央华社报道。